时我们就是在运用大自然的元素，譬如说包括水，包括声音，包括风，包括一些的大自然的风火土水，来打开我们的感官。因为我们生活上都有一些压力，所以所有觉得需要一个大自然的疗愈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。那水也是我们疗愈花园一个非常重要的感官刺激，因为我们也必须要考虑一些水生植物跟这边的陆生植物的一个平衡，所以我们决定在这边弄了一个生态池。植物的生长其实除了食物以外，它还有帮我们改善我们的空气，然后它提供很多昆虫的生长的环境啊，然后所以我们栽种它、使用它的时候，内心都要充满了感激。在忙碌的生活里面，不要忘记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存在。其实这个是我们人。每一个人都很需要的，只是我们在都会生活里面往往忘记这一股大自然的力量。那我们多多亲近大自然，透过大自然能够再给我们心灵上更多的能量跟支持。